是点那个螺蛳粉炖肘子，臭臭的味道啊，应该很好吃啊。来，吃肥的吃瘦的没？美女，肥瘦都行。肥瘦都行。嗯。我给你来的瘦的吧，别老吃肥的啊，对身体。哎呀，脱骨了，哎呀，脱骨了，哎呀，我操！再来点。那个最好吃的煎蛋、炸蛋。哦呀，没事了，待会给你加粉啊。谢谢大哥。哎，没事，吃饱吃好。哎，先吃个肘子皮。哎呀，臭臭的味道，但是非常好吃。来点臭汤一泡。来，哥这边咱俩分一下啊，煎饼面分一半。咱们啊，正宗的柳州螺蛳粉啊，9.9块三包。哎呀，慢点啊，大口嗦嗦就行了。腐竹，真带劲啊，奶奶去柳州挑战一下。嗯，我感觉我吃螺蛳粉也挺专业。家人们又得放点了，芹菜粉条炖肘子，来等个小粉丝，来的瘦的吧，肥的估计他吃不下。哎呀，肥的喜欢吃瘦的。哎呀，来，这大哥，肉蛋，这么多，来，来点粉条，粉条是灵魂啊。咱这粉条是27.9块，现在是发5斤，家们啊，正宗的红薯粉条。直降5块，这芹菜，看，这还有猪头肉、猪鼻子，
来吧，多吃点啊，够吗？谢谢谢谢，够了。好，干了。还是肘子皮好吃啊，瘦的太噎人了。我的最爱肘子皮。软糯酱香，肥而不腻。总感觉少点啥似的，吃到现在才想起来没放米饭，没备米饭。现在有碗米饭老香了。家人们啊，又到饭点了。脱骨猪蹄儿，这个是那个泡椒猪蹄儿啊，两个猪蹄儿。今天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来的新粉丝家们，漂亮的美女啊，也带来品尝一下涛哥炖的猪蹄儿。来，这是我自己炖的啊，来。谢谢涛哥。先吃这个，待会儿给你炖那个啊。好嘞。先来个红烧的尝尝，等会儿再吃泡椒的。来，给你来个脱骨一口蹄儿。哇，天哪，软软糯糯的啊，非常好吃。不容易啊，胶原蛋白。这是泡椒猪蹄啊，这个喜欢吃的家们进涛哥小店去看一下啊。
给它泡椒凤爪是一个味的，但是我感觉比凤爪好吃。来，这个美女分点，没吃的年也给美女分几块啊。就是量稍微少点啊，但是口感不错。哎呀，完了，我配了点黄瓜丝。好嘞，谢谢哥哥。没事，吃吧。好，放在冰箱里冰一下啊，口感更好。哎，那大飞机。这个美女呢也打算做美食主播家美啊，那个喜欢她的家美那个评论一下支持一下家美啊，给她的信心。这个汤真非常棒啊，泡黄瓜丝吃。好，家人们啊，又到饭点了，红烧肉，炖豆皮，还有粉条啊。来，三个小粉丝来的瘦点，他们这个稍微瘦点，他说他能吃五花肉啊，来展示一下。哎，这个看有没有食欲啊？还有食欲了，我的天哪！行，加好，这样省事，一人一半，酱酱面分一半。这粉条太到位了啊！粉条是27.9块，给家人发5斤啊，支教2块，还这个豆皮，特别是石头糕8也发5斤，老带劲了啊！再来口五花肉解解馋，来点骨头酱，米抹。胡椒一抹，啥都不带。这个这么吃是吧？下，天哪！朝上面咣叽就来上一口，我的天！入嘴即化。
来块肉，来块粉条豆皮啊，我这样一放。顾的酱一块九这么一瓶啊，一块九毛九，十单起拍。好久没有这么痛快的吃五花肉了啊。哎，别着急，好家人们啊，又得饭点了。豆芽、粉条、炖肘子。哎呀，我想嗦一口，给要。哎，吃肥的吃瘦的呢？瘦的吧。吃肉的。嗯，瘦的肘子皮给我。这皮肉啊，天哪！来，给你大骨头啃去吧，你看，够不够？够了，够了，来一个，这么大，来吃吧。来，粉条，这回事。豆芽炒粉条，老香了。喜欢吃粉条吧？喜欢。哎呦，这一盘子啊，应该够了，够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吃吧。肘子皮，涛哥的最爱肘子皮啊。软糯香香，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。豆芽粉条，还对，还有鸡蛋，炒鸡蛋。正宗的红薯粉条，现在是27.9，给家人发5斤，还包邮到家。以前是29.9啊，只交2块。
不是正宗的红烧粉条，给家人包退啊。给来个大鸡蛋，多吃肉啊！鸡蛋，谢谢。嗯，来。不着急，慢慢吃啊！啊，又在饭点了，小肘子、玉米面条、咸鸭蛋，用那个固的酱下面啊拌一下这个啊，先来点吧。哦呦，固的酱拌拌，固的辣酱来，这个肘这个粉丝吃肘子皮下面啊，涛哥把最喜欢吃肘子皮扔给他。再来个瘦的啊，分手搭配，营养到位。给一块干就完了。哎，你先吃这个，明天给你拌一下啊。你尝尝。看，脱骨了。酱一拌，面条，别提多香了啊！哎呦，看看这色泽。天哪，香辣肘子皮，固的酱拌玉米面条，这是老香了哈。来，现在给他吃玉米面条。他说第一次吃的玉米面条啊，玉米面条老好吃了，适合减脂自行区的人吃。吃了之后这个不长肉，家人们啊。打开包装的时候啊，那个带上有点酸酸的味道，正常现象啊，正常现象，那不是坏。给大家说一下啊。那玉米面本身的那个酸爽味儿，哇！我尝了啊，现在是15.8元，给家人发10包送5包。以前是那个咸蛋，来吧，已经够了啊。以前是19.9元给家人发10包啊，现在只交2块，再送2包。哎呀，我的酱一半。这个玉米面条非常好吃，非常筋道，太棒了啊！
辣的过瘾啊！看见没？又到饭点了。两桶酸面粉，一个肉子，七个鸡蛋啊，两个人的午饭。来，咱们看看酸面粉啊。行啊。来个封面。饭就不倒了，再倒就出来了。来吧，你长点儿。喜欢吃瘦的，全是肥的。瘦的，瘦的，没问题。早知道直接给你一桶好了，倒了还得加麻烦。没转过弯怎么的？哎呀！正宗的红薯粉啊，23.8块六桶，超市买这么一桶都需要8块啊。熬一会儿，来，这粉得来瘦的。小孩都喜欢吃瘦肉，可我喜欢吃肘子皮啊。鸡蛋，几个鸡蛋？两个够吗？够。确定啊，吃不了 ，OK， 两个吧。小孩小，饭量小啊，来，什么都由我展示了啊。先涮口粉，哎，口水都出来了啊。哎，这酸辣粉吃起来啊，筋道口弹，酸辣可口。嗯。算了，脱骨了。那先来我瘦的。热。酸辣粉味，酸辣粉味的肘子，真带劲。最后吃这个啊，吐露一下，哎，肘子皮。看见没啊？又在饭点了，五谷鸡爪汤，泡的海菜啊，这是那个裙带菜，适合凉拌啊。大鸡爪子，
脱骨乳子，还真脱骨了。骨头带不开啊，节省时间。麻辣鲜香，蒜味比较浓。